實就唔好介意。OK， 嗱，仲有啊，曾雄生，我想問你，你信唔信呢樣嘢？即係呢個世界上面好多巧合嘅事情發生啊，信唔信？信，絕對相信。嗱，係咁嘅，嗱，你咧就係91年總選嘅最受歡迎新人獎銀獎得主啊，咁咧就而且咧仲係第一次進入我哋貴選嘅添噃。嗯。所以呢有一個人就跟你同一樣的了，你信不信呢？我信，其實我知道是誰嘛。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誰啊？那算了，我交給主持女人。其實都呼之欲出的了，能夠跟曾航生站在一條線都差不多那麼勁的，近期來說是好像只是跟著這個人要出場的。跟住落嚟，第九首入選我哋勁歌金曲第一季季選嘅歌曲，就係佢啦。佢嘅名字係得兩個字嘅，歌曲名稱就係《即刻知道》。如果這事情，黎明作曲 ，Tamaki and Masui 填詞，林振強編曲，杜志慈監製，陳永明。如果这事情我竟不知醒，莫非真的我从来没说明？如果已注定难避这段情，是非多波折，长存未了情。让我的美梦换你一世情，始终都等到一串好光景。愿你可快乐，像我痴情。谁是罪恶，不必再验证。人生只为情，究竟应不应？遇到心所爱，如何又冷静？如果已共鸣，何用太无情？无好多曲折，此生心不醒。就算风已静，热爱不要停，痛苦只因不必要的反省。让我拥抱着，热爱不要停，谁是最爱，不必再任性。让我的美梦换你一世情，痛苦只因不必要的反省。愿你可快乐，像我痴情。谁是最爱，不必再任性。就算风已静，热爱不要停，痛苦只因不必要的反省。愿你可快乐，像我痴情。谁是最爱，不必再验证。多谢。
近期城中公认为自靓仔自有型的其中一位朋友黎明，恭喜晒，恭喜晒黎明！呢个奖属于你嘅。如果这事情，多谢。好啦，咁有样嘢咧，我想问一问黎明啲歌迷先。黎明的歌迷有冇睇过《黎明如果这事情》呢个 MTV 啊？咁有冇发觉黎明同个女主角好烟韧啊？咁你话系咪咧？你死唔死啊？你死唔死？我而家好担心陈化缘个生命安危啊！咁你其实即系有冇担心过，即系歌迷有时因为睇到你同啲女主角太过烟韧而引起好强烈嘅反应咧？但我相信唔会嘅，应该因为而家呢系剧情，同埋我哋系俾导演去要求我哋做一啲即系。是符合导演要求的东西，所以我们完全是为工作，还有我们自己作为艺人来讲，应该有一个叫做是艺员的道德啦，所以导演要求你做什么我会做，但是当然不会太过分啦，所以他们一定会明白的。咁我问下黎明的歌迷先，你们想不想以后黎明同女主角都是这么烟韧啊？哇，毒食啊！咁我哋講開歌迷呢個問題咧，就係、好多歌迷咧，因為要目睹你嘅風采咧，就而發生咗啲意外嘅。咁你而家有啲咩想同你啲歌迷講下，叫佢哋小心啲、注意安全咁咧？我喺樂壇嚟講，要多謝大家，要多謝一班支持我嘅朋友啦，同埋我老師同埋我監製。咁但係我相信支持我朋友，第一定要明白一樣嘢就係、你要支持我係要錫自己同埋俾心機讀書。最後先至揀我啦。OK， 黎明嘅歌迷記得要聽住啦嚇。好啦，咁客户嘅説話翻嚟之後咧，我哋同會同你揭曉最後嗰一首嘅入選金曲究竟係邊首？留意電視機。嗱，今晚十首嘅金曲你已經全部揭曉曬啦，應該全部都係大家嘅心水作品嚟嘅喎。咁但係咧，頭先咧好多歌手得獎歌手後台咧同我哋傾偈嘅時候咧就話，因為有歌迷嘅支持咧，先至可以企喺台上面得獎啊。咁既然係咁咧，不如啲歌手一齊合唱一首歌送俾啲歌迷。佢話啲歌迷咁大聲拍掌啊，個個都好靚噶，所以揀首英文歌叫 Pretty Woman。阿女啊，有請所有歌手一齊唱歌好嘛？好好，咁多位歌手，劉德華。刘德华、黎明、曾航生，仲等咩啊？唱歌啊！一齐，张立基、罗大佑、关淑怡。好啦，阿余永泰睇歌俾啲歌手唱歌。我哋唔系，我系主持嚟嘅啫，我系主持嚟嘅啫。你唔可以企呢边噶，你企嗰边噶。歌手企嗰边噶。好啦，啲歌手准备好未啊？我哋可以唱呢一首歌送俾所有歌迷听。歌名叫做《Pretty Woman》。
喺呢度好多謝所有嘅得獎歌手，選十首咁多位歌手嘅，佢哋分別劉德華、謝謝羅大佑、張立基、曾航生、關淑怡、黎明啊，黎明喺度啊，黎明、張學友，仲有蔣志光。今晚嘅頒獎禮咧，頒獎禮咧亦都圓滿結束啦，我哋再一次恭喜曬咁多位得獎歌手。我哋要多謝咧今晚一號錄影廠嘅所有歌迷啦，仲有咧 TVB Answer 啦，仲有電視機旁邊嘅你。1991年度嘅第二季季選頒獎典禮，再見啦，拜拜。再見啦，拜拜。